平安银行三季度信用卡应收账款不良率1.92%，年内多次挂拍不良资产。近日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。AI 财经社注意到，在不良率方面，平安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为 1.15%，较上年末增加0.02个百分点。其中，信用卡应收账款的不良率最高。此前，平安银行多次挂拍其不良资产包，